他本来睡着了，准备。三，哎呀，接着一，再蹦。你一定要接住了，不然我下巴就没了。什么声音？没事。这有扣吗？哎，你像北京烤鸭。这叫什么？果木烤鸭。啊，不是，你这是哪门子刑法？你太残忍了。等你多久把字量好了？No power.